他在那里跳车，我都不知道。交警除了责任书都有责任，各自修各自的。真的好无语，真的好无语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在遗忘中不舍，醉心交错，青春大概如你所说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看到花瓣脱离花蕊慢慢枯萎，每当我看到花瓣脱离花蕊慢慢枯萎，每当我听到人说至死不渝，今生不悔。
一天晚上，我们工作比较晚，孩子呢就看我和他妈妈才累的，想让我多睡一会儿。早上6:30的时候起来了，到店里来帮我们把卫生打扫好了。打扫完之后呢，他自己坐那儿就休息，瞬间感觉孩子长大了，很感动。